粉。我要葱。我要所有的，所有的。你看啊，吃粉呢，我们有一句话是吃圆的还是吃扁的？哦，圆的还扁的？常德的粉一般是圆的比较多，就是这种的。Round noodles。我想要吃最最 like real 的，最 real 的这么说。老板，我去完粉。老板，我去完粉。洗碗粉，我去完粉。洗碗粉。老板，我去完粉。啊，那你吃圆的还是吃扁的？吃圆的。吃圆的还是吃扁的？吃圆的还是吃扁扁的？哦，我已经忍不住了。已经开始在煮了吗？可以煮是吧？可以，可以开始煮了，赶紧煮。